发一下你心情。哎呦啊，你什么情况？哎，打我！哎呦，打我！你要死了，你要死了，再一层你要死了。小子抓谁呢啊 ？Hello， 打桥是吧？哥俩今天是小破车新春限定的三排视频啊，没办法，这个班长砍树还没回来是吧？今儿又埋怨朋友聚会，洛克西就说退游了，哎，太难了。所以最近宝哥在想，这个小破车是不是该招新人了？就有没有那种肤白貌美温州的妹妹啊？啊，跑题了啊！那今天宝哥教你们用米可打健康，哇，真的是好爽啊！那今天是大年初嘛，也要开胸，哎，记得先给视频点个免费的赞啊！让我们回到游戏吧。去带你们飞一把，这个我尼宝90%的胜率啊，兄弟们，稳住！真的假的？不要骗我，尼宝92%的胜率、啊的，我这尼宝玩的最多，而且胜率最高，92%的胜率、啊，那是不是虚高了？对啊，不是虚高，就他的实力在的呀。他的胜率就跟他的身高一样。我的眼睛一向看得非常。眼睛？你给 X 光的还是什么？那眼睛是吧？人家你真的人家都已经睡着了，那小的跟什么样？Later， 这是证明下了一个小白板，好难受呀。我们只是证明咱们也会输的呀，对吧？很正常。我不打两个，我走了，我不打两个。哎，你有个隐身的不抓抓我、啊？哇，你这小子，你是真差呀！不是呀，这肯定要抓你的呀！他刚刚是在追这个三号，顺路就把鸽子给清了，真的是顺路就清了。我天，哇，大西瓜这个好暖，好暖！哇，被大西瓜这个解散了。对啊，这个三号追了一路，好吧，追了路人一路，顺路就把鸽子给清了。我也是路人，大西瓜暖男是吗？被安慰的，被安慰的是吧？被安慰到，被安慰到了。好被安慰人。路人了，再给，我是纯路人。不是呀，我都没做好准备，我还跟他说话呢，你知道吗？这小子肯定抓隐身的呀，就是趴着吧，你抓我是吧？来了，他冲了，冲了，冲了。他回去了，小子。他没冲刺了，可以买个烟雾弹。来喽，采访一下你心情。哎呦，什么情况？哎，打我！哎呦，打我！你要死了，你要死了，再一层你要死了。小子抓谁呢啊？攒点眼力劲儿，真的是。可以的呀。开玩笑，米可呀，是吧？我毫不夸张讲，米可就是健谈的爹啊。哎，说实话，真的确实很好打，米可确实好打健谈。哎，这空洞开不了吗？这个开不出来，这个开不了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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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砸到了。OK。一地的负面。他需要蒙眼睛。有加州，你啊，我操你！有会员，别！啊！我送你一个加州来。隐身不能打。我拿了。没了，我会又没了。我跟你说有加州。我把那加炸一下。三二，开的走了。啊！有些东西踩了会比炸了会更好，兄弟们，确实有想法的，有想法的。别吓我黑屏！哎，这个是你啊，什么什么？你的投资还比我强点，那给你说又不是猛哥吧？别人我不让的啊，别人我就不让了啊。你也就得亏是你不让，我觉得你这还是很强。Later。Nice。霸体，霸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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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队友被绑上火箭。你得救！我炸他，我炸他。哎，糟了，我是退得了。哎呦，糟了！炸了下，炸了下，我下，我炸了下，应该能走吧？炸了下，走不了。那我也走不了。炸火箭，漂亮！可以 ，nice。啊！再守一下，他没把底，没把底。我可以守。没秒榜吗？砍你了呀，最强王者了。你干嘛？我没秒榜啊！没秒榜，没秒榜，打死他呀！光子砸中他不是死了吗？我。哎，准备拍照，他有秒榜，他有秒榜 ，nice， 好强，我的队友，留了，要搓过来，兄弟，我先走，再见，喝个 milk 啊，咱们喝个 milk， 现在的话，这健谈是真打不死，宝哥只要不想死就死掉，死了就开，啊，死了就不说话了，啊，死了就不说话了，来嘛，干嘛？我直接采访，来拽有问题，我这个拽往回头拽的话，来嘛，会慢一点，来，我炸一下你，我直接漂浮走，我都说死掉了。哎，很皮啊，拿我没办法，很气。啊，米可真的好打劲啊，米可真的好打劲。嘿嘿嘿嘿嘿，完
你笑，哇，你笑了个鬼呀、啊！你是真的狗，你这个笑声真的很贱。你拽我呀！你拽的我尿水都拿不出来了。哦，又有了，我又有了啊！吓得哎，那个找你去了，音乐家。下周见他，直接开技能逃跑了。打我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嗯，五层了，兄弟们，五层了啊！再爆一下，爆他，爆我，别爆他。是啊，起来了，不用摸，起来就起来了。Nice。说了呀，无敌了呀，说砍个叉子他上不来，这波也是细节学到没有是吗？咱们再回去啊，回去干嘛呢？回去大叔手痒一下。林俊杰被拍了，哎，拿手，哎就打手，哎打人了是吧？打人是吧？五层我直接爆是吧？铁齿是吧？说吧，哎，给我亲爱队友拍张起来太好吧。你上我呀！啊！我一跳，我勾下拉呀！我走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真吓人，差点。你拿不到。哎，稳住啊！别白给，稳住啊！别白给。咋了？等你那样。赔不了，那你保赔吧，你退不了。哎，别秒飞大。脑子怎么又？翻个十，你翻。翻完了。他没办法，你上班你这里。我去吧，我随便就随便。就还就个十，你看这强度的位置。有霸体吗？他有霸体吗？没霸体。啊，完了，按早了。啊完了！我走了。不会三级吧？我爱你，下来，你下来嘛。啊，那我就那间接完成任务，好，间接完成任务。你？他过去，他没了。法杖怎么？哎，怎么砸血问题？刚刚好进锁血了，没炸死。啊，想再嘟嘟嘟嘟嘟嘟，我想再折磨一下这个猫，你知道吗？我来了，这小子，我得再偷拍他一下。啊哈，我来了，好气！哎呦，炮击！啊啊，我炸！哎呦，哇，没炸出来，今晚拿手一晚上好吧？就这下没炸出来，今晚拿手一晚上，有没有比输了还难受？米可等起来打这种机率的猫，真的是很好打的啊！操作嘛也不难，就这么保个分咋这么低啊？就离谱啊！啊，好了，最后喜欢的话，不要再点关注啊，咱们。